而且这个就是巴黎圣母院，很多人哦，这个时间已经是七点多啦，但是天还没黑，因为现在是 summer。哦，你照样看到这些。OK，我们再走近一点看。 By the way， 这附近都是一些树木，一些建筑，还有阳光，就是在另外一边。那我们就开始走进去啦，看看很多人在巴黎圣母院附近。这个是 Notre-Dame 呀。他们在做什么呢？ 我们在看表演，原来是在看表演，但是我对表演没有兴趣啊，要看的是表演。啊，这上面有一点烧黑了的感觉。现在我们就要走进教堂。 对，一步一步的往靠近教堂的。现在有人在做 mass 里面，所以不能进吧？对了，不能进。不能进不打紧。里面有人在做，不是很刚刚啦，我们已经不是在这个时间来了。 要紧了，他们这礼拜嘛，所以不能够进。这个不懂是不是盖特利教堂？ 在人家这礼拜出来的哈，他是盖特利来的。哦，这个就是你们可以看到它的层次感，我这样拍你们才可以看到，不然你们看不到它的层次感。巴黎圣母院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。 啊，非常的美，但是拿着相机的手是非常的累。现在很多人鱼贯的出来啦，要么做完 mass 啦。OK， 这个就是在河岸看到的巴黎圣母院。哦，这边有点烧过的痕迹，就像这边这样。这边有人吃东西。 这个就是它的河畔，有人在看，河畔，这就穿越过。